车完全没办法骑啊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边本来就不能停车吧？没有，他们是骑不了。他们是。哦，这声音好大哦。机车完全没办法骑啊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边本来就不能停车吧？没有，他们是骑不了。他们是。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就被人哭了？连站都站不稳，你看连那边对面对象都起倒了一片，这边也都倒一片，好惨，全部啾啾。这个警员是妨碍人家自由，然后花脸的。你要签还是要收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如果你补，你看，他一堆罚单了。你买槟榔，逆向停车，停到人行道上面。啊，人啊，就乱乱开单了。以后你最好不要当警察。哦，我们花脸就是让你曝光了。哦，我一定，我花钱也是重金聘请律师的。大红线又停下，又停到人行道。你什么警员啊？那这个警员是妨碍人家自由，然后花脸的。你要签还是要收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如果你补，你看，他一堆罚单了。你买槟榔，逆向停车，停到人行道上面。啊，人家那个不系安全带，酒后驾车的你不啊，严重执法。啊，就乱开单了，只有这种人呢。你把车开走，啊，身份证又放在我这边。什么时候给你人开走？你放你这边。啊，你强制把我东西，那个证件拿走了啊！这不还给人家了？好，我要告你侵占了，我告你那个了。侵占什么？啊，恐吓了。啊，就是有这种警员了，我就是要告你的。啊，以后你最好不要当警察。哦，我们花脸就是让你曝光了。哦，我一定。我花钱也是重金聘请律师的，你要签名吗？啊，你现在是妨碍我的自由，你要妨碍多久？我就不要告你啊！没有签名，你拿那个，你是不是？你讲完全，你那个是不是要那个？9月12号以前要到啊，你那个是执法过当啊！你要拿那个喷我，你要威胁我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会怕你，你喷看看吧。那我看我可以告你多少条了？你这枪拿枪，你就是想要威胁我？拿枪威胁你手，我拿你的枪。你拿那个喷雾剂要威胁我？喷雾剂我怎么是威胁你？啊，你威胁我干什么啦？啊！你乱开单，你开什么单啊？人家买东西买个东西，你开那么多条。你买东西可以，但是你要合法开。开什么单子啊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到红线又停下，又停到人行道，你什么警员啊？